阿姨。哥，好久不见。哥那海报看了没？帅不帅？哥现在是中国的选手，力量的代表。只要哥在擂台上把那些洋鬼子全部打趴下，哥将会是民族英雄。你不替哥高兴？你不觉得我现在在做大事吗？哥，现在真正的大事是双方和谈。我知道，不是明天才开始开会吗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哥，原本这次会议中你能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。你是燕世蕃的藩主，你还是王室贵族，可就因为你在四川伸张了正义，保护了平民，你看看朝廷都对你做了什么。革你的职，降你的爵，这样的朝廷还值得你为他们效忠吗？你能不说这个吗？为什么不说？武昌起义以后，这天下再也没有不公平、不公道的事情，老百姓每天都会过得幸幸福福的。哥，这不就是你心目中希望的世界吗？能不说这些了吗？我真的听不惯。我知道你不爱听。哥，离开朝廷吧。我不爱听。我的事儿不用你管，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